当然知道。那可以选那个超人形象的小熊猫，葫芦系列的这个手链，我觉得它很适合男生。我觉得葫芦系列的项链，我觉得还蛮适合女生。波波系列的这个项链的话，我觉得也很适合一些比较年轻有活力的一些女生，居家一点，温柔一点，性感。我觉得人嘛在成长，所以现在就是温婉居家一点，但是我觉得不卑不亢嘛。您的重点放的有点一般都是看脸看腰立不还不可以不要为难我有一个问题跟姐姐方面吧她对你认识要可复现的一点那现阶段比较喜欢比自己大比较喜欢偏瘦的中间一点有也有很多问题觉得赵老师就是很难拼的姐姐性格好，脾气好，有家管。不像老王这种帽子边一开始，我怎么可能？就不是一个风格，就不是一个风格。我觉得“等待”这个词很迷人。像一个体操运动员，帽子戴上。这个男生戴，这个男生戴。我穿搭风格是网红吧？鞋类小。好、啊